广西巴马是世界五大长寿之乡之一，百岁老人占比较高。那里自然环境优美，每年都吸引数十万人去那里养生养病，很多人见到了明显的效果。但是以下四类人不建议去巴马养病：一、患有严重疾病且病情不稳定的人；如果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、呼吸系统疾病等，且病情未得到有效控制，可能不适合长途旅行和异地环境；二、 对环境适应能力差的人，有些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，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、身体不适等情况；三、行动不便或需要特殊医疗护理的人，如果自身行动不便或需要持续的医疗护理，巴马长寿乡的医疗条件可能无法完全满足需求；四、心理状态不稳定的人，心理状态不佳、情绪容易波动的人，可能较难适应新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。